那不就是风飘飘吗？来得正好啊！陈冰他们一定在某处观察你，等下我会故意绊倒你。你准备好了就挽住我的手，放心，轩，我不会让你受伤的。我尽量演得真一点。只要他们发现你够柔弱，就能消除嫌疑。否则。 没事吧？喂，摔得太丑了吧！哎，我去。我就知道有位主，就有猛料。我先带他去医务室。 这个风飘飘，他这么弱，应该不会是他吧？我觉得他也不像是个习武的人呢。陈冰跟杨凝雪应该不会再找你麻烦了。怎么没有？ 这跟我们说的，哎，不太一样。我是说，哎，谁叫某人投怀送抱的？你别用这眼神看我，像是我甩了你。你再说一遍啊！ 光天化日，你要干嘛？哎，你神经病！你回来了，哀家欺负你的八卦，我可是帮你火速放出去的。魏楚，臭魏楚！怎么了这是？ 别生气，有什么好生气的？你都第一了，我就生气。什么商量淑女？看，怎么又有魏淑明？哎呀，拿走拿走，烦死他了！就是他今天咒你一回，然后你现在唰，你就窜，唰，你唰的一下你就穿升成第一了。我什么第一？我根本都不行。唰就是八票呢，谁先拿第一名？ 我说，你都上香淑女了，你能不能淑女点，别都腿。我就都腿，怎么了？我不仅都腿，我还吹口哨呢！我，你干嘛？我，你还丢我？我，你丢我？你这，你是不是叛逆？你给我，哎，我丢你，我这还有丢我，再丢一个，嘿嘿嘿。小小，我怎么感觉？ 他们看我都不太对劲啊！我也觉得怪怪的。也不知道那群人是怎么想的，竟然把票都投给风飘飘。静柔，别生气，他们早晚会知道风飘飘的真面目的。我根本就不在意当不当什么上香淑女，他想当，就让他当去啊。就是，这上香淑女的投票，指不定有什么暗箱操作呢。而且有些人。 大庭广众之下都敢明晃晃的勾引魏楚，就这还上香淑女，我都替他丢人。你别理他们了，他俩就爱乱说些杂七杂八的东西，天天。老彪，有人在网上传你和魏楚告白了？怎么可能？
拿过来。哎呀，我的手机。魏楚，又是你。距离上一次的治疗，你的身体几乎没有好转。最近是不是操了太多心啊？一点小事而已。一点小事儿？振兴太极系是小事儿？我看你还是太闲了。来，把药撵出来。早就跟你说了，身体是自己的事儿。你若自己都不在乎，我便是华佗转世，那也是无能为力。我已经物色好了新的人选，用不了多久，一切都会步入正轨。到那时候，就不用这么操心了。但愿如此。学长，哎呀，你气色不错呀，好多了。你在这儿衣服够换吗？后面我给你拿点别的。啊，不用，我这都有。有。那你有什么要洗的吗？我可以帮你的。不用了。哎，你不用害羞，我真的不介意的。我闭着眼睛洗，你就是不用，我可以。真不用了。我觉得你那些书是不是都看完了？我给你带点新的吧。我都还有。沈三，你还是喝汤吧。哎，上次不是出了点小事故吗？我就又给你搞了一个更棒的。上次没有加葱，我这次加葱了，我觉得还是加葱比较好。这次不会再撒我身上吧？不会，这次不会再撒。好喝吗？手艺不错。哎呀，我就说，我就知道用心做的食物，它一定是好喝的。我自己我都没来得及喝，哎，我就知道好喝，我尝尝。食谱的什么地方看错了，我回去再研究一下。我再研究一下。哎，你真的不用我帮你洗吗？真不用。哎，那个汤，别喝了，别喝了。已经找到了。这个视频传我一下。好的。麻烦把这个视频后退一下。
帅。画的还不错，这画的还不错，可这个，哎，算了，佳，既然魏楚都这么说了啊，魏楚，下一次我画一幅你的画像送给你吧。哎，对呀、啊，我们家季柔啊，不止人长得漂亮，画画更是画得好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你们去忙吧。出来吧，你自己画的乌龟不出来认领一下？我这没人，走吧。哎，那树上掉虫子了，掉你头发上了。你想干嘛呀？你怎么知道我在后面啊？你没见过柱子底下长腿吗？我跟你说，柱子底下长腿吧，这很正常，你知道吧？我见过好多柱子底下都长腿。你凭什么说乌龟是我画的呀？不是我。其实吧，我给你解释一下哈，我刚刚走过的时候吧，我突然就很想画画，你知道这灵感一涌上来，我控制不了我自己啊，我就画画，画完之后我一抬眼才发现，嘿，旁边写你名字，你也知道我脸盲。下次做坏事之前，好好观察一下四周。我观察四周，看得可仔细了。没人。哟，堂堂会长大人，找我们有什么事吗？自然是大事儿。给白海洋下毒的事儿，怎么说？下毒的事儿，你听说过吗？你们知道吗？会长，说话可得讲证据啊！若是空口污评，污蔑我们全道谢。我们哥几个可不是好惹的。监控录像清楚记录着，你们其中的二位把药粉放进了白海洋的餐盘里，这算证据吧？监控哪有那么清楚啊？更何况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药。怎么？难道还想把我们训练室翻个底朝天不成？校内监控已经进行了全面升级，监控室里看得一清二楚。怎么？不信？我已经请了校长，等一会儿就会有定夺。魏楚，你到底想怎样？
以后不许再找白海洋和太极系的麻烦，做得到的话我会请校长从轻发落，听明白了吗？针对白海洋同学食物中毒一事的调查结果，柳如松、李文白留校查看，有异议吗？回答校长，有异议吗？没有异议。你们都是同学，又都很优秀，要好好相处，好好学习，明白吗？回答校长，明白。师兄，果然是你们，帮助太极系取得了胜利。海洋师兄，这次我们可争脸了吧？哎，海洋，如果不是你住院，也轮不到我们啊。不，如果不是你们的话，我这次出院，可能就看不到太极系了。哎呦，严重了！太极一脉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这次还是多亏了你们，也感谢魏楚。那我先去找他。嗯。出院了，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，我在医院怎么待得住呢？一年半前你跟方剂大战之后就消失了，那你现在回来了。希望我们可以像从前一样并肩作战。魏楚，再来！为王，我知道你怎么想的，只是你现在是太极系的大师兄，你不能出现任何闪失。没关系，我现在挺好的，我愿意和你一起承担任何负责。之前你已经为我们做得够多了。来吧，接下来才是真正的切磋。那来吧。
亲长，你不要以为你能安然地走出去。我告诉你，八旗不会认输。警察来了，跑！我累了，你也才出院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同学，你找错人了。同学，我只是想说。哎呀，烦不烦啊？我不就在你照片画几个乌龟吗？你至于吗？哎，说说说说，你是想干嘛？你鞋带开了。我鞋带开关你屁事儿。患老弱病残是做人的基本原则。你说人老弱病残呢？哎，哎呀，烦死了！哎呀，继续寻找神秘女高手，只会引来不必要的争端。你们两个，别这么冲动。这件事情没有你想象这么严重吧？陈冰，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这件事就这么定了。师兄，我们知道了。啊，我们会注意的，师兄友。那今天就先说这么多了。我们就先告辞了，拜拜。走吧。魏师兄，师兄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呀？嗯，就是字面上的意思。字面上的意思，我，你站住！你是那猛男猛女的师兄，你还说你不会武功？他们叫我师兄，跟我会不会功夫有什么关系啊？你，不对，你，投怀送抱。你还要这样多久？谁投怀送抱了？还不是就怪你，别人都以为我跟你告白被拒绝了，我脸往哪儿放？也是邪了门了，我怎么一碰上你我就摔倒了？没事，我爷爷说了，这是因为我小脑发育不健全，这不怪你，好吧，跟你没关系。不对，你骗人！
你说你不会武功，我真的不会。你你等着。闪烁的情绪，忐忑不定的内心，蹲马步有点吃力。命中注定的相遇，出场就让我想起小说里的武功。好啊，不承认是吧 ？PK， 你确定？哼，来啊，魏师兄。不打脸。你赢了。你耍赖，你小人。我给你机会了，你自己没有把握好。你这给我机会吗？你看你这样，我打你，我不是欺负老弱病残吗？心性不错。私人医生，你把我扶过去就行。陈医生，他这膝盖怎么样？看起来像是膝盖骨骨折，怎么也得恢复个一年半载。我相信陈生的技术，他会治好我的。现在的问题是，你一个人住，又没一个人照顾，接下来几个月很辛苦啊。放心，我犯的错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把手机拿出来。你要干嘛？加个好友，方便你对我负责。你该换个头像了，这头像不适合你。他呀，一直体弱多病，这说来话长了。不过说起来，我是从来没听说过他接触过什么异性，就更别说带到我这儿来了。
我跟他也不熟，这次纯属意外。这一回他伤得可不轻啊，那看来这次只能拜托你了，悉心照顾。他这个人呢，有点洁癖和强迫症，家里必须一尘不染，东西必须放得整整齐齐，衣服一定要熨过，叠成正方形，不喜欢太花里胡哨的东西。水果他只吃梨，香菜和大蒜都不吃，不喜欢吃任何的动物内脏，不喜欢油，也不喜欢辣。这往后啊，你得多担待点儿，啊。嗯。这跟腿有关系吗？既然答应了要照顾，那就好好做吧。嗯。